净中同学修行所择利要结路，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利要结路》五十五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第五行。 三十，这里看起。三十，闻、思、修三会，缺一不可。若闻而不思，如人种田不下种子；思而不修，如不灌溉云锄。 终无结识，三会若力，则三圣之果可破矣。啊，今天呢，我们从这里看起。啊，昨天呢，我们学习到前面啊二十九条啊，这个文法，如饥得食，如渴得饮。 寸阴无气，不厌多闻。方明佛子啊，就是做一个佛弟子啊，这个听经闻法，要如同啊饥饿了啊，迫切啊要得到饮食；口渴了，要赶快啊得到水来喝一样啊那种心态。 天津文化这个都要保护、把握啊，每一分每一秒啊，就是这个不要浪费啊，不要让这个光阴呐、啊、来空过不厌烦多闻，也就是说。 重复的听闻啊，也不感到厌烦啊。所谓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重复的文法，那么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深入。所谓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一句善言善语，一句法语。 一句经典，我们不厌多闻呐！啊，不要说啊，这个我听一遍呐、啊，我知道啦，我听过了。啊，听一遍呐、啊，啊，那个印象啊不深啊。啊，听十遍、百遍呐、啊，啊，就加深一点印象。啊，听到千遍呐、啊，那么才能深入。啊，所以不能啊。 见多闻，这样啊，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闻是听闻、见闻，好像我们听经闻法，听了啊，看这个经典，读诵了，也看注解了，见闻了。但是如果没有进一步去思修，那也得不到结果。啊，所以闻思修啊。 这个第三十条讲这个文思修三会，缺一不可啊。那文是第一第一道，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听经闻法，啊或者见闻呐、啊，看经，看注解，啊那这个是第一个。那听闻见闻了之后呢，要去思啊。 啊，思维其意啊！就听了经之后，我们读了经之后，都叫文。那么听闻见闻，要去思维经意，啊，思维这个经啊，佛给我们讲的义理呀、啊，要解其意，啊，要了解它的义理。 那了解义理啊，那就更深入了、啊。那听闻呢、啊，它只是一个一个接触，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儒家也是这样啊，啊，儒家也是讲究这个。啊，你没有去思维啊，啊，那这个不能深入。 啊，学而不思则殆。你学习了，但是没有去思维啊，没有去深入的去理解他的义力。那也就不知道在生活上怎么做了啊。所以，若闻而不思，啊，听闻了、见闻了，那没有进一步去思维啊，如人种田。 他田地整理好了，这个代表啊稳啊已经有稳了这一道功夫了，但是没有思啊，没有进一步去思维精益。就如同啊你这个田都整理出来了，但是呢没下种子，没有把这个种子啊播种播下去。 这个施啊，在这里比喻说，不下种子啊，你种田，但是种子没下，那你田整理的再好，那最后也长不出这个稻米啊，啊，没有这些果实啊。啊，那么施而不修，如不灌溉云厨，终无结实啊。施而不修呢？ 就是你思了啊，就是种子也下了，啊，这个义理也明白了。那明白了怎么样呢？没有修啊，没有修就是没有修行，你没有把它落实到生活当中去修行。那这样啊，就好比种田啊，你田整理好了。 种子也下了，还闻了也湿了，但是啊，没有去根源去除草，啊，只有把种子下去，啊，那种子下去啊，你没有常常去照顾，然后去根源去除草，啊，到最后啊，那个稻米也长不出，结不出那个果实啊，没有结果、啊。 因此啊，三会是缺一不可啊，那缺少一个都不行啊。文思修三会啊，都要记住。三会落地啊，这个文思修三会啊，如果建立起来。 则三圣之国可获矣呀！三圣就是生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啊！生闻圣啊，修四圣地。苦集灭道；缘觉圣啊，修十二因缘法。 菩萨圣啊，修六度万恨。那么这个无论啊，你修哪一圣，啊，生闻圣、缘觉圣、菩萨圣，都必须文思修三会具足啊。那这样才能成就啊。所以如果文思修， 三位都记住了啊！三圣之果啊，这个果果实啊，啊，我们一般讲正果了，就可以获得了，就可以达到了啊！所以文思修啊，这个是缺一不可啊！就像我们现在呢，读经读了很多啦啊，比如说《无量寿经》，现在有人读了。 不但呐、啊，三千遍呐、啊，五千遍、上万遍、一万多遍的人大有人在啊！啊，那这个读诵啊，听闻见闻都有，那甚至也听了我们敬老和尚啊讲解的经教了，听了啊，但是只停留在听闻见闻。 读诵，但是没有进一步去了解经义啊，他没有思啊，他没有求解，不了解啊，没有透过思去了解了解经义，没有透过思去了解经义呢，那、啊、对经义就不能理解了。 啊，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所以现在我们大部分呐、啊，停留在“文”这个字上面，啊，连“诗”都还没有。 啊，那这样怎么会有成就呢？当然不能成就了，啊，只是结结缘啊，结结缘。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啊，读经诵经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啊，受持必须要解其意啊，了解经意。经佛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做啊，在生活上啊，待人处事皆物要怎么做？ 要理解啊，而且要正确的理解啊！你没有透过这个深思维啊，往往啊，会把这个佛的意思啊解释错误了。过去有人听经啊，当场就听经啊，都能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啊这些话呢。 他误解了，错解了，甚至有的曲解了，都都有啊。思啊，是正思维啊正确的思维，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认知啊，这个才是叫思啊。啊，那那里解错了，那个就不叫思了啊。正思维就是正确的理解，理解经益。 那么理解就要去修了，要落实在生活上啊，待人处事接物啊如果只有解没有行啊，那古大德讲啊，说死属饱啊啊，说吃也没有吃，自己也不会饱，天天在数钞票啊，那是别人的，跟自己不相干。 那么有形无解也不行啊！有形无解就盲修瞎练啊，乱修一通，那修错了也没有结果啊！所以解形要相应，解形并重就是文思修三会了。所以我们现在读诵《无量寿经》啊，不能一直停留在读诵的阶段。 啊，或者听听经，听完了就完了。啊，进一步啊，要去思维其意啊。这个佛在经典上、啊、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处事接物，怎么做事。啊，这样啊，去修，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三十一。 《法力三昧经》云：“学不知善巧方便，轻慢思有，无有一心，其意速转。”啊，这个地方啊，啊，截录的《法力三昧经》结录的啊。有四段。 那么这个是第一，第一段《法力三昧经》里面讲啊，一学不知啊，就学啦，学习啦，啊，不知善巧方便啊，这个学习呀、啊，要知道啊，善巧方便，在借力讲开车吃饭。 那么善巧方便呢、啊？这个在佛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听到啊，佛门一句话啊：“佛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啊。”你有慈悲心，但是你没有善巧方便呐、啊，你也不能利益众生。 有上脚方便，没有慈悲心，也不能利益众生。所以慈悲方便呐、啊，也是缺一不可啊。慈悲是根本的，啊，根本呐、啊、的心态态度，啊，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 那方便呢？啊，就是善巧方便呐，啊，就是帮助众生呐、啊，要有善巧方便，那么众生才能得到利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往往啊，我们是好心好意要帮助别人，那没有善巧方便啊。 那帮不上忙啊，啊，可能反而受到很多障碍了、啊，啊，就是缺少善巧方便，啊，所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两个也是缺一不可，啊，但是慈悲跟方便啊，都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啊，不是建立在感情上面。 啊，智慧就是一般人讲理智啦、啊、理性的啊，建立在这个理智的基础上，那么才是真正慈悲、真正的方便、利益众生。如果建立在感情方面呢、啊，那可能啊是害众生了。啊，这些都不能啊不知道。那么学习不知道善巧方便啊。 轻慢师友啊，啊，但轻慢师友就是对老师、对这个同参道友啊，他没有恭敬心，啊，轻忽怠慢，啊，无有一心呐、啊，无有一心就是心不专一，一心，啊，我们念、啊《弥陀经》啊，《弥陀经》上讲啊，一心不乱呐、啊。 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啊，不能三心二意啊！啊，那三心二意啊，就是、呃、这个轻忽怠慢了、啊。所以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这个春秋战国时代，齐国啊，啊，这个晏子啊，这个宰相很有名的啊，他奉祀了三个国君。 齐国三个国君，他说呢，三个国君可能他们心都不一样，啊，但是啊，他奉祀三个国君，他心是一样的，他都是一心一心一意啊，为这个国家他没有三心二意了啊，所以这个一心啊，是我们修学的一个重点。 那如果没有一心呢？其意硕转，这个“硕就是说三心二意啦。那这个心理的思想啊，一下想这样，一下想那样，啊，变来变去的。啊，这个叫奇异啊，他的心意啊，常常在改变。啊，这个就是没有一心呐、啊。 那么学习如果没有一心呐、啊，也就没有心得啦，得不到要领。所以《法力三昧经》讲的这第一条啊，那这个学习呀、啊，都要一心恭敬啊，不能啊三心二意啦。二呢，学文特进无有道理呀、啊，但贪名誉。 望人进士啊！那这个第二个是他学习呀、啊，他为什么学呢？目的呀，他也学得很精进啊，看到表面上起来，看来很用功啊，特别精进，学文特进。 啊，这个文呐、啊，古人讲文章啦，文学啦，现在讲学术，啊，学术性的，啊，就像现在呢，你去那个什么佛学博士啦，啊，佛校大学啦，那这个学习特别精进呢、啊，啊，去写写论文呐，啊，得一个文凭啊。 但是怎么样呢？无有道力，那他没有道力呀、啊！啊，没有修道了，这些功力在呀、啊，没有道力，也就是没有道心，当然不会有道力了。啊，心不在道啊，嗯、那道是什么呢？清净心是道。 啊，平等心是道，大觉心是道。那《无量寿经》讲的清净平等觉，这是道啊。那没有啊，这些道理都没有。啊，心不清净，不平等，啊，迷惑颠倒。那学习这么用功，为了什么呢？淡贪名欲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名闻利养啦。 啊，为了世间人呐、啊，对自己的恭敬供养，得到很好的名声名誉，啊，贪名闻利养，啊，所以望人敬事，敬事就是利养了，啊，人家恭敬供养，你就得到利益了，啊，他学习呀、啊、很精进，他的目的是在。 取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那这个就没有道理了。三呢，学所事是不勤苦，当得成就须事共高。那么所学习的了，侍奉老师不勤苦。 啊，这个事事不勤苦，不勤苦就不认真来学习，怕吃苦，啊，不勤苦，啊，学习呀、啊，无论是出是兼法，你要学一个什么学问啊，你要学一个技术，也都是很辛苦的。所以学所事事不勤苦。 当得成就，虚势共高啊！啊，这个虚是就是虚伪的啦，掩饰啊，共、啊、高我慢。那这个也很难有成就了。是呢，好学道，缓持艺术，比佛深经言道同等。 此之二见剩余的毒药，有害法身慧命也。啊，好学道，觉得他喜欢学外道。那这个出家人啊，那包括在家佛弟子，已经皈依三宝的佛弟子，也包括在里面了、啊。啊，好学道啊，就是喜欢学那些外道。 那些法术啊，反持艺术啊，那反而呢，他去学习这些外道的方术啊，他还很坚持的学习这些啊，拿这个来跟佛经比较啊，说这个跟佛经是一样的，同等的，那这个就是。 邪知邪见呐、啊，那比毒药啊更严重啊！啊，毒药啊，毒害我们一生这个身体一次而已啊！啊，但是这个恶见邪见啊。害法身慧命啊，生生世世都受这个恶见邪见的毒害。 那这个就非常严重了。那么这个方面呢、啊，我自己也曾经看到有一个出家人，啊，那他对那个那那些外道那些法术啦，啊，那些方术啦，特别有兴趣。啊，有一次他还给我讲，他还要去上课啊，去学这些东西。 那实在讲，要学这东西就不必要出家了，啊，这些东西啊，不是出家人应该学的啦。出家人就是代表佛的形象啊，佛教的形象啊，代表三宝啊。你要学佛经为主啊，啊，这个才是出家人的本分啊。 啊，那你不能拿其他外道啦、其他宗教啊的这些书啊、经书啊来跟佛经啊相提并论，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错误的，啊，这个是有害法身慧命啊，会给人家误导，啊，那这个就要背因果了。 这个非常严重。好，我们再看下面哪一条？三十二。古人云：“君子之学，入乎耳，着乎心，不乎视之，行乎动静；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耳目之间，四寸耳。” 何足以美妻子之妻？啊，这是讲引用古人呐、啊，这种学习的精神态度。啊，这个学呀、啊，在《伦理啊，开头第一句叫“学而时习之啊，不亦说乎啊？”学了之后啊，要去实习。 啊，在生活当中去实习，啊，就是这里讲的“君子之学啊，入乎耳啊，说乎心啊，他有听入心的。啊,啊，从耳朵啊听到心里面去了，那听到心里面呢、啊，在表现在外面啊，这个四肢上啊，这四肢就是手脚啊。” 啊，我们一些举止动作上面，所以行乎动静啊，那就是从自己呀、啊，这个身体呀、啊、表现出来，那这个是真正的学问呐、啊。真正的学问、啊、这个学问呐、啊，它真有啊，入了他的心呐、啊。 从这个四肢、这个形象、身体呀、啊、啊动静表现出来，啊，那这是真学问啊，这是真的学问。这是君子之学啊，就是一个君子他学习是这样的。那小人呢？小人之学，好像小人也在学啊，路忽耳。 啊，就是耳朵有听进去了，出乎口，啊，他也很会讲，啊，好像录音机一样录起来啊，他也能够讲的头头是道了、啊，但是他没有录心的、啊，啊，他是录这个耳朵而已啊，没有录心。 啊，入耳那从口讲出来，那只只会讲，那没有去做，啊，也就是言行啊就不相应了。那这样只有耳目之间四寸的啊，啊四寸就是我们这个脸部啊，眼睛跟耳朵那这这这个范围而已啊。 耳朵听进去，那嘴巴讲出来，啊，就就只限于这里。那讲完了，他也没有去做，没有去实行。那这样啊，何足以美驱使自己？那这样怎么能够庄严我们这个身体呢？啊，这个美啊，是真善美啊，我们佛法讲庄严了、啊。 啊，庄严佛净土。那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庄严，我们拿什么去庄严佛净土呢？啊，所以这个就是君子之学跟小人之学啊不同的地方。那我们要学习的是君子之学啊，入乎耳，着乎心，不乎视之，行乎动静啊。啊，这才是真正的学问。 啊，听啊，听入心呐、啊，啊，真正呐、啊，从我们自己身体上啊，去表现出来啊，不是只有讲。我们再看三十三，力未固啊，一更学律，不得早复讲宴，念心智无定。 足根未稳啊，随风上下；性向两中，息能融会。会舍此心笔，则波无因果，互相敌堵，自招无间众迁，故不可不慎也。啊，但这个借力未故啊，一更学力呀、啊。 啊，就是我们这个戒的基础啊，还没有稳固啊，这个叫戒力啊，这个力量啊没有稳固啊，就是戒根啊，这个根没有，那哪里来的力呢？啊，我们在念弥陀经讲，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魂。 五根啊，有了根啊，那这个五根前面呢、啊，还有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组啊，啊，这些有了，那才有才有根呐、啊。那根深入了，那它才产生力量。好像那个树的根呐、啊，它如果没有深入。 那这个风轻轻一吹就倒了啊！如果这一棵树它那个树根扎得很深、很稳、很稳固，那做台风它也不会倒啊！如果不稳固啊啊，那么这个不要很大的风一吹也就就倒掉了啊！那个就是根呐、啊、还没深入，力量啊不足。 啊，这是形容比喻啊，借力未固啊，我们持借这个力量啊还不稳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应该着重在一更学力，也就是说应该了啊，应该更需要啊来学习借力，来稳固我们这个借力。 的根基啊，让这个戒啊产生它的力量。不得早复讲验啊，这个验是形容比喻了验习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这个戒力还没有稳固啊，在这个时候啊，要加强的就是要努力去把这个借力学习好，把它做好。 啊，那不能够啊，太早啊，去护这个讲业啊。那讲业呢、啊，有有的是自己讲经的啦，有的是听经啦。那如果这个借力未顾啊，没有在借力上下功夫呢？ 那么我们就去听经闻法啦，去甚至讲经说法啦，那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啊，下面讲啊，心智无定啊，足根未稳，随风上下，心智无定啊，这个心智人，他没有个定向目标方向，不能确定啊，足根啊未稳。 啊，这个足跟就是说，你这个脚跟呢、啊、没有站稳，啊，像以前这个学这个国术啊，啊，他还没有学这个前术之前呢、啊，他要先学这个站桩啊，这个要站得很稳，啊，这个基础功啊，基本功要练好，那才能学那个是前术，啊，那基本功没有练好啊。 啊，被人家轻轻一推就倒了，啊，变成花钱绣腿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学佛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戒啊还没有稳固啊，这个足根还没有稳定，那我们就太早去接触这些讲习呀，啊，听经啦、啊，讲经啦、啊。 啊，那这个会随风上下了。那么性相两宗，心能融会呢？啊，因为佛法呢有两大宗啊，一个是性宗啊，专讲自性的；啊，一个是法相宗。啊，那其其实啊，相由心生。 性生呐、啊，啊，性限现向显啊，如果学习了啊，这个借根不稳了、啊，那可能会性相两中了、啊、就不能够融会贯通了，啊，那不是舍此心笔就是波无因果啊，波无因果就学错了啊，啊，特别学波了 啊，波罗啊，啊，或者写法相，啊，但是没有持戒修福这个基础，啊，很容易啊，啊，舍此心笔或者波无因果，互相抵赌，抵赌就是互相诽谤啦、啊，互相批评。啊，经跟经啊,啊，其实是没有障碍的，啊，但自己没有借力的基础啊。 他就抵触啦，啊，到时候互相批评，互相排斥，啊，就造罪业了，啊，自造无间重劫啊，那时候招感这个无间地狱的重罪啊，故不可不慎呐，啊，所以因为这样不可以不谨慎的、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我自己啊也深深的感触，啊，我自己也是过来人呐、啊。 我学佛、接触佛教、佛法也很早啊，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接触了啊，十六岁啊，接触到佛法当时啊，也就很有心呐、啊，来进一步啊了解佛法。 那个时时代啊，只有收音机啊，收音机，广播电台啊。那个时候，好像这个电视啊，刚刚刚刚出来啊。我记得我十一岁的时候，我今年七十一岁了啊。十一岁的时候啊，也就是六十年前。 啊，台湾呐、啊，第一家电视公司台视，台湾电视公司第一家啊，那个时候是黑白啊，黑白电视。那当时能够买得起电视的人，那也不多啊，家庭经济比较好一点的人啊，那有的人，好像我们住一个底呀、啊，大概才有一两家呢，有能力去买一,一部电视机。 啊，刚刚出来啊，当然那个时候就相当贵啊，所以那个时候小时候啊，啊，那个时候十一二岁啊，也常常跑到隔壁邻居呀，啊，人家啊，那隔壁的人，他也把那个电视机啊摆在那个窗户啊，让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个时候电视台啊。 啊，没有，没有，像现在啊，有有有法师讲经的没有这个收音机啊，电台有电台。那个时候啊，台湾有几个比较老的电台啊，啊，有一些老法师啊，在那个时候，嗯，在电台有。 开辟这个讲经的节目，啊，都是讲台语的。啊，我记得啊，贤顿老和尚啊，我听过。啊，静心老和尚啊，也是好像去年往生了。啊，高雄啊，这个这个阿莲乡啊，光光德寺啊，那个时候就就有了。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呐、啊。我记得我皈依是通信皈依，那时候高雄寿山寺啊，寿山寺啊出这个《绝世旬刊》，十天出一版啊。我当时啊，为了要接触这些佛教的资料啊，听电台啦，啊，去请经书啦，啊，那看到这个《绝世旬刊、啊》呐，就订了一份、啊 啊，那个时候我们租房子啊，跟我母亲啊，她在那边做生意啊，住在万华啊，黄河南路那里啊，在那边呢、啊、也住了大概五六年，所以这个十六岁接触佛教啊，啊，到十九岁我都是听电台。 后来订了《节日行刊、啊》呐，看到一则信息啊，就是台北龙江街莲友念佛团，那个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啊，那时候看到非常高兴啊，因为我弟弟啊，我、啊、就坐个公车去听的啊。那时候我十九岁啊，我弟弟小我三岁啊，他他十六岁啊。那时候到佛堂啊。 到念佛堂清清经的，大概我们两个最年轻的了，其他都是老菩萨、老居士啊。啊，那么之后听经啊，啊，非常欢喜、很欢喜啊，一直听啊，听到前年我们敬老和尚啊，他这个。 讲经弘法六十周年啊，到前年啊，我们也办了一个庆祝啊，纪念我们敬老和尚弘法六十周年，法藏经宗协会成立三十周年一个活动啊。那我跟同修讲啊，老上讲经十年了、啊，我就接触到了、啊，听他老人家讲经了，听了五十年了。 他听了五十年怎么样呢？没成就啊！听了很多大经大论啊，啊，我也能讲得头头是道啊啊，听多了啊，但是呢，早期我们敬老和尚也有在讲席当中提起啊，这个戒很重要。 啊，包括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了凡四训》呐，《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了，啊，这个是基础很重要。啊，但是呢，啊，我的兴趣都是在听大经大论，啊，这个大经大论太好了，啊，听得很欢喜啊，啊，就疏忽掉这个戒这一部分，疏忽了。 啊，那那那个时候啊，也没有同参道友啊，在这一方面的这些啊师长啊来提醒啊，啊，当然啊，兴趣也都是在听经文化啊，特别大经大论。所以我出家呢，第一个志愿就是学习讲经啊，学习讲经说法。 啊！但是我出家那一年呐、啊，我们师傅上人呐、啊，这个大概也知道我的我的问题了，缺乏这个戒的基础啊，再加在世俗的一些一些毛病习气太太多了，啊，所以叫我一剃度啊，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 啊，那真的啊，日常法师啊，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临时大师编的这个《师门重行录》，严正之行。啊，他可以说，现代出家人他的行疑是很严正的，啊，严格的。那么我这个在家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毛病袭击、习气。 啊！硬被他这种严正之行啊，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过来啊！那个时候啊，我也是咬紧牙根的。啊，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感恩日常法师啊，当时那种严正的啊，把我这个在家那些不好的习惯、生活习惯。 一百八十度的转过来，你看在家呢，贪吃啊，啊，三餐吃不够，还要吃点心，还要吃宵夜啊,啊，啊，真的身体不好啊，病从口入啊，这个一点都没错。那一出家一剃度，马上过中不食。 啊，肚子饿得要命啊，嗯，不能吃啊。过了三个月也适应了、啊，啊，所以我后来想起来，人都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你习惯就好了，啊，而且晚上没有吃啊，啊，睡得都很沉，啊，的确啊。 中国古人讲的这个，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那佛门他是晚上不吃，其实晚上不吃是最卫生的。但我想想，如果我们师傅没有叫我去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我我看我这个不可能改过来，不可能啊，我自己没有那种。 意志力去去改，那就靠这个一、啊、众靠众啊。那原来啊啊，当兵的时候没有抽烟呐啊,啊，出了社会二十四岁开始抽烟，抽到出家那一年三十四岁，抽了十年。那恐怕呢，没有出家跟日常法师学戒力啊，在家的时候啊，那个我看那个抽烟也很难改过来、啊。曾经也尝试改了两个月，那又抽了又更多。 啊，后来出家，出家前一天还在抽啊，还在吃肉啊。出家第一天呢，连晚餐都不能吃了，不但吃素，晚餐也不能吃了，那、啊、烟呢不能抽了。啊，在家的时候呢，睡到呢，往往啊都睡，早上都睡睡得很晚，晚上都睡不着啊，日夜颠倒。啊，出家呢，十点睡觉，四点一定要起来。 啊，刚开始啊，很不习惯，也调不过来，啊，后来是咬紧牙根呐、啊，硬调过来，调过来呢，那也习惯，也就适应，也也可以了。啊，所以也是很感激对长法师啊，把我这个在家的一些不好的毛病习气啊，啊，调整过来，啊，不然呐、啊，我在家啊，可能没有办法改掉这些坏习气呀。 啊，所以这个这个说我们戒的重要啦。啊，我们师傅也知道我缺乏这个啊,啊，才会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他也知道啊，跟师傅听经听了十五年才出家，对这个经教很有兴趣，对戒戒律啊很疏忽啦。啊,啊，所以现在呢，回想起来，啊，到老了一事无成啊，那回想起来啊。 啊，就是这个基础不够，那、啊、后来到了图书馆呢、啊，那这些又慢慢又又又又又疏忽掉了，啊，又忙的做当家啦、啊、管事的、啊，那这些又疏忽掉，啊，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地方啊，啊，我自己有深深的感触，啊，的确啊，借力未故啊，学习这些讲经说法呢，那这个。 变成了啊,啊一个属于啊,啊这个结节炎的啦啊实际上啊啊没有真正在这个戒上面下功夫啊修任何法门都很难有成就啊这是我个人啊讲到这一条啊啊是很深的感触。 啊，希望大家共勉啊，避免呐、啊，走我这种错误的、呃、道路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下面的。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